哦天哪，我很怕我自己切得很烂。没事，跟你一比就相差甚远。没啊，就切着玩，我这个纯属切着玩。总感觉你的厨艺很好呢。并没有，我就瞎搞。这是个小天鹅吗？对。我竟然猜对了。你很机智。太机智了，怎么办？智商在线。真的。你看豆豆今天其实跟昨天的那个状态已经有点不一样了，生动了。嗯。马上就好了。哇。就这样吧。哇，好棒啊！高级了，高级的东西来了。这是叫天鹅湖吗？叫天鹅之歌好了，叫 Swan。天鹅之歌 ，Oh nice。哇，来了就露了一大手，这我感觉豆豆今天很可能就转移方向了。嗯，这个饼人完全就是进攻型的，主场意识很重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层面的人，星级大厨吧？那不是大厨，一般切不出来那鹅呀。那个鹅我也会切，没那么难。你还会切鹅？真的没那么难。真的吗？对，就切那个90度的角。你们都会切？我要在这给芒果开一个花刀。感觉你还会给芒果开花？欣姐遭到了暴击。这所以这个王饼人确实是一上来表现让大家都觉得还挺像样，很强势但不让人难受。对。